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耶、yeah, ！今天我们的258改版最后一集啦。那我们最后一集呢，想当然而就是要介绍这个巨骨蜥啊，哎，古巨蜥还是巨骨蜥？我看一下，抱歉，我忘记了。古巨蜥啊，古巨蜥跟这个黄昏鸟哈，甚至两只的生物哈，那这两只的这个分布地区呢？啊、哦，老头稍微把图片一一都放出来好了。哦，那这个地区基本上呢，古巨蜥的方位比较难找，因为它好像都在洞穴里面比较多。这个我们把它给它排在最后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抓黄昏鸟，黄昏鸟要抓的方式非常的特殊哈、哦。那在这个进行之前呢，好、哦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那个上一集我们抓这个猎齿兽啊，这个老头有一个资讯是错误的、哦。就是呢，他这个 PET 的意思是拍他啊、哦，并不是用这个，并不是用这个什么稀有花朵去抓他啊、哦。所以说呢，你如果要驯服他，你基本上就是给他摸摸啊、哦，摸完了之后呢，就赶快往后走，不要让他惊动他，不要惊吓他，让他受惊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就是用这种方式去驯服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稀有花朵。那是我上网找看错了，资讯错误啊、哦。那这边澄清一下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咱们今天呢就去抓黄昏鸟。那抓怎么一个了？走开啊！看怎么看？他把它吃掉了。哦，黄昏鸟呢，它需要驯服的话，它是蛮特殊的啦。那它的特效，不是特效，它的特性呢，就是首只能够产下分解双用途的蛋哦。它呢，如果吃，就是你驯服它，如果是去吃那个剑齿鲑鱼的话呢，大概吃个两三只左右，它会生下金蛋。金蛋的话呢，人类吃下去也会经验加倍，恐龙吃下去也会经验加倍。就是你吃了之后有没有，你攻击生物的那个经验值，获得经验值大概会加倍，不知道加多少不晓得。然后呢，它另外一个蛋的用途呢，就是它如果是普通生蛋的话呢，它普通的蛋可以拿去做成石油，用火去烧哦，去那个烹煮锅烧得出石油。然后好像工业用熔炉好像也可以吧，这个到时候再试试看好了。但是我们抓它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抓鱼鸟。哦，为什么要先抓鱼鸟呢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哈。我们今天先去抓个鱼鸟先。那我们的阿根廷巨鹰去哪里了？来哟、哦，开枪哦！不行，射不到，不行哎、欸。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射他。哇，他现在一心只想吃鱼。哎、欸，居然射中了、欸！抱歉，我很随便的，居然射中了。那我们运气真的也实在是太好了点了吧？趁现在啊、哦，趁他还没有晕死之前，赶快把他抓起来。有，快点快点，不要！哇，你在干什么东西？不要闹啦，水母！我的鸟儿，我恨你！我要把这些全部都给毁了，我要把世界全毁了。那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我们要抓的黄昏鸟啦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一只啊，那一只被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想办法抓，想办法抓。有了，中了。我绝对不会再失败了，哥绝对不会再失败了，相信哥。这次呢，大腿肉送你了。好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啊，你去哪里啦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太好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好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重点，哎、欸，也不用回去啊，我们直接这边再抓一只那个，再抓一只那个鸟就好了、啊，把它带回家嘛。可是好远哦，哈哈。哦，这是吗？找到了。我们的这边有一只等级一跟等级四的、啊，哦，然后居然这边有一只，先把它弄死好了，我怕等下攻击我。剑齿鲑鱼，
攻击他。好了好了，他等一下把他咬下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然后咬给我，真乖啊！然后呢，你看这个鱼龙雕出来的这个鱼呢，它会闪亮亮的，不灵不灵的。我们呢按一要拖动，然后要前去喂那该死的那一只。可是它跑那么远干什么？你跑太远了吧？没关系，应该是不会有事的。哦，我们还可以驯服它。快点快点，冲过去喂它，就是这样。喂喂喂喂喂，成功了吗？怎样？这是因为受惊吓，所以说喂不到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没有？大哥，有有按一就有了。有了吗？有的喂到它了吗？有哎、欸，差一个，丢给我，快点。好，你看又变金色的。我们去寻找刚刚那只等级四，那等级四跑去哪里了？不行我飞鱼就掉了。哇，那我们要找等级四有点困难。那只等级四去哪里啦？看到了这么远啊！我的天啊！没问题吗？我的鱼肉狂甩。喂你。喂你啊！有了，抓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黄昏鸟，入手 ，I get you！ 快点快点，我们已经成功获取了黄昏鸟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我、哦、靠，我把它撞死了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黄昏鸟哈。那这个黄昏鸟呢，刚刚特性也跟各位讲过了吧？好，给你放这里。好，你就在这里慢慢的移动吧。等你升蛋，我再回来找你。来，我们现在去抓古巨蜥哦，我看一下古巨蜥分布的地区在哪里啊？古巨蜥要做古巨蜥的安 NEGA， 它感觉都是在山洞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另外的地方山洞，好吧，真的只能去山洞了。依照我们现在本身的装备呢，去山洞应该是不难啦、啊。但是我们先做它的鞍，我们会飞，其实没什么差别。N E， 这边没有，这不是，那是这里了。N E 啊，是这个吗 ？N E G A 是这个吗？兽皮还是这个？我还是看清楚一点好了。来看清楚一点。NEGALANNEGA 不是这个，还好，差点搞错了。NEGALAN 就是你了，兽皮，不用担心，绝对有。我们要找我们的阿根廷哥哥了，阿根廷哥哥，兽皮，谢谢2800多个，兽。兽皮咧，我刚不是有拉吗？啊，在这里，然后再来打一次 N 一这个，这就是我们的古巨蜥的鞍，还要去山洞找，还要把它射晕啊，还要喂它吃肉就行了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个这个胶囊好了，胶囊所需白色果实，随便挖随便有，游戏。走，我们利用传送门先飞到老家之后，再前去那个山洞好了。啊，这应该是可行的。好啦，那这个差不多到这个红树林的附近应该会有啦。之前曾经有看到，啊，它应该都是位于在这个山洞的附近吧。好，我们稍微找找看好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天气不佳又下雨，讨厌下雨天。来，我们找一下一串英文名的，就是我们要的了。啊，应该不难找啦，就只看自己的眼睛利不利而已啊。啊，那红树林的地形应该不会难找到一个不行吧 ？2000 years later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啊，那个我们稍微回来了一下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呢，我后来上网攻略查了一下，它位于的这个山洞的地区呢，其实在我们之前最早的探勘地形的探勘地点啊，在那个地方就有了。我们直接刚好那里有传送门，我们直接传过去不就好了？啊，这么的简单啊！我记得叫什么名字，叫探勘据点嘛。在这个地，在这个的下面就有古巨蜥了，我居然不知道啊！我当初呢，在这边准备要盖那个找房子，就是找地找地盖房子的时候呢，我打算是要在这里盖啊，可是后来是没有的。然后那想说这边先探勘一下，然后这边放个传送门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一个洞穴，在这里，这里就有古巨蜥了。好了，阿根廷，请你好好尽你的职守啊，在这里不要动，我们前进吧。我的天啊！欸，我会不会宕机啊？我感觉会宕机欸。好，进来了。哦，古巨蜥我来了，而且这山洞算是更新的新山洞欸，从来没有进来过，死可以呢。啊，反正抓到古巨蜥我们就要走了啦，不用废话这么多啊。哇，岩浆下去应该直接往生，绝对直接往生。太恐怖了，我们还是慢慢走好了。我靠，这里真的很酷欸。欸，我看到前面那什么，哦，差点掉下去。这个应该就是拿神器的地方了吧？欸，不会，他直接送这个欸，送这个图，这个是什么图？这个设计图，然后是一般的，拿了没用。所以我说古巨蜥到底在哪里啊？现在进来绕了几圈，没有看见半只，还是说回头的时候才有很多？因为现在应该可能是这个洞穴没有生成，你知道吗？洞穴必须要经过路段才会生成那个恐龙也说不定。好，我们直接就直捣黄龙，从中间跳下来看看好了。我看看古代遗迹啊，开了什么？哼，看没有？抱歉，我真的看不懂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该不会绕一圈回？我靠！我靠！这边也太多只了吧？这是怎样？我看到古巨蜥了，在上面，他们在墙壁上面。可是这里也太多了吧？再来啊！很多很多，快吧快吧快吧！也太多了吧！等一下，为了找一只古巨蜥，这真的需要头盔了。扫描一下，有没有上面这两只？然后呢，这边一大群。来来来，这时候就要使用我们的泰克手榴弹了，不用讲了。啊，泰克手榴弹在哪里？我记得我有拿过来啊，还是我放仓库了？不会吧？泰克手榴弹，我居然没有带在身上欸。Oh my god！ 我居然把泰克手榴弹放回去了。啊，我这里我好像也没传送门欸。哇，哦，有啦，有传送门。这里不能盖，想太多了啊！连手榴弹都没有，我们知道用射的了，对吧？我确定我没有眼托是吧？对不对？我没有眼托吧？啊，用射把他们射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斑龙，这是斑龙，斑龙必须死，斑龙必须死，我们知道慢慢点了，啊。这边呢，爪蝠射一下，欸，是把他们引过来了。来，龙来龙来，你们有看过打蜜蜂吗？打蜜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就是我们打蜜蜂啊。哇，很会突袭是吧？擅长突袭的好朋友啊，原来是擅长突袭的好朋友啊。
我靠，那粘在墙壁上两只哎。好，斑龙解决了。这个应该是，这应该是在隔壁的吧？对，这应该在隔壁的。好，这边就是家伙全部死光了吧？太好了，清完了。来，我们来找一只喜欢的啊、哦。原来是泰坦巨龙在上面乱，难怪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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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用绕的是吧？他们怎么过来的、啊？刚刚不是明明打不到吗？他们怎么过来的？重点，不管了，这只先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射不到？为什么我射不到？他们不是在上面吗？我有看错吗？对啊，他们在上面，为什么射不下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环节出问题？我看一下，他到底是怎么驯服的？对啊，急晕啊！好，那算了，我们就这一只好了。有没有？哇！救命啊！凶残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会中毒，他们会有那个毒液，会毒死人。我们就慢慢射好了，他们全部都下来了。看一下血条，可以可以。哥今天就带走这三只。啊，谢谢大家。最喜欢双飞了啊！这是三飞，这不是双飞啊！这只可能看要逃跑了。好了，晕了一只了。好了，他们可能尝试要爬上墙壁弄我。那蜥蜴掉下去了、欸，蜥蜴要死了。哦，中毒我就狂咳嗽好了，那蜥蜴是不是死掉了、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完全不想管了。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两个。来，你吃鱼肉吗？鱼肉也吃了，太好了！不要醒来啊！他们醒超快的，不是我在讲，他们这真的醒很快。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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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醒来，不要醒来，拜托，求你们了！我喜欢你们两个，我爱你们，快点 ，I love you！ 抓到一只了，好。那这个呢？也一起，也一起，也一起，太好了啊！补给键给你啊，有点暗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，没关系，忍耐一下，来把暗丢上。这只也抓到了，耶！我们回家负重了，点一下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！我们先传。该怎么传？这两只先传到陆地好了。我们去接我们的阿根廷巨鹰，这个传大平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功德圆满了。要再按一次。抱歉，大平地，不要跟来嘿。哦，有了，刚他们在咬谁？他们咬尸体啊。然后呢，我要去据点那边找我们阿根廷，一起回家。好，然后这个是雌性。啊，这个是雄性，一公一母，刚刚好啊，是不是很可爱呀、啊？啊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基本上左键是哦，左键是用爪子抓，右键呢没功能，西键也没功能。它的最大功能就是可以爬墙壁上面。好，这个墙壁可以爬吗？哇哩嘞，还真的可以啊！我的天啊！他什么都能爬他连建筑物都能爬然后我稍微卡住，要等一下。OK， 他真的什么都能爬然后按一下空白键是直接跳下来。然后他不能把这个抓掉，有点难过啊。那基本上这一只点移动速度会很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周围没什么恐龙可以杀、啊，刚刚被我用指令消除了。他什么都能爬。那我给他选择爬在这个墙壁上面，应该很屌。就这里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往上，这边这边，是不是？哇，超屌
可惜他的速度没有戴斯这么快，我掉下来了。他没有戴斯这么快啊。好，就决定了，让你在这里。丢非常好 ，OK， 好啦，今天呢就先到这里啦。哦，我们的两只恐龙都已经到齐了。那这个2258的改版资讯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，应该是没有再多的啦。啊，其余的零碎小东西你们自己去挖掘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了，拜拜。